Yo, what's up？ 我是 Lofo Fergus， 来自 Yes Studio， 我一个 rapper。今年的新年愿望是继续雷鸣响天。雷鸣响天，福寿贺老神仙。香港文化以前兴旺过。老實講，我話覺得沒落咗嘅。最想做到嗰樣嘢，唔係講翻舊時代嘅嘢，或者香港以前幾威嘅嘢，呢路路咁樣。我係想創造一種你依家聽香港係聽乜嘢咁樣。萬共線以下，宇宙界埋片，會隱喻咗好多嘅，將好多嘢唔係直接講咁樣咯。你估下我係咪話緊你嗰種 feel 去講出嚟？你得唔得閒留意我先？得閒留意我嘅話，你聽唔聽得明我喺度趌緊你？是真的不是说敢不敢写，是真的不好想写，不好想拗这件事。香港人自己在斗闹拗赢我怎样，你没有实质的做出来这样嘛。我不想拗这些，反而我不只是说香港加油，我在我的领域那里做好它，做到 top 的，贡献到价值出来。文化替做我大个，替做文化植根于地球。雷鸣响天，好响的雷嘣，吓死你这样。走向世界，將 hip hop 變主流，改到好多觀念，成個架構調轉佢，令到呢個城市係講藝術嘅，唔係講錢嘅咁樣。呢啲全部都係想做嘅嘢。